也有十几部唱法，哎呦，会金牌安排哈。这么久没有演出，如果接下来这首大家会唱，就一定要一起唱吧。不是没有什么回报，所以挂怀。不是为了什么明天，所以期待。因为我是一个人，只能够对感觉。朋友真的很有意思，很照顾身边的其他朋友，尤其是邻居。那我有时候就是吃饭吃东西还没有盐，我又跑上去他家借盐呐、啊。家里没有电视机，我又问他，哎，你有没有多一台电视机？他有，那就给我放在我家里。然后呢，我又要做新专辑，没有新歌，然后我问他，哎，有没有新歌？就给了我一首这样的这个透视，这么棒、这么好听的歌。就给我了，所以不要十几不唱吧，哎呦，对呀、啊，这么久没有上舞台，你要不要说一下？非常想念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也不好意思这么久没有在上海演出，会尽快安排啊。你是否